所有人都在等你一个。你下次如果没有把握准时上线，那你就不要下线了。我的 buff 龙头都烧光了，你保 buff 干嘛？你在拖全部的人 buff。我不止跟他说，我跟你们所有人说，刚也有人迟到。你如果没办法确认时间到就上线，你就不要下线了。明明要不要进语音了？到底要不要上耐力了？啊，上一下啊！这是哪一队的？六队不是你吗？六队也是你啊！大可你鲁莽，火烤你元素。我早餐一二队，雪拉拉三四队，来旺五六。我关静音。你把我静音吧，是你把我静音掉吧？我怎么可能关静音？所有人都听得到。蛋浆走了，怎样？刚要往前是不是？来那个蓝兽，你多重假死，我们五颗五颗开，我们 bug 开，一网不打，我们 bug 开。六队耐力，啊，那个寂寞语音的要不要上了？算了，偶像你补五六队，没关系，你把多重跟假死放在隔壁，对，射出去就假死。好，帮我补一下。对，多重加持，然后我会 call 所有人往前，麻烦所有人往前，不要打瞬发技能，不要打冲锋，尤其战士不要冲锋，要打只是不打小怪，只要我看到你往上冲上去，没有开到 bug， 上脚100金，不想打那么累，来确认倒数，这个倒数是猎人的，我会跟你们说往前再往前。所以你先打骷髅，不要打 LE， 不要打自己人，来倒数，我先控，三、二、一，我先控，顶级你跟我补控，多重加持，五、四、靠背，三，来往前，所有往前，走上去。第一颗顶级给我控哦，来打完所有人下去，所有人滚下去，第三颗。第四颗，等下你五颗控完直接放掉就好了，不用跟我讲要倒数什么的，不用了，直接放就好了。来三、二、一，不要去开那个火球啦，爪子，砍错四。你干嘛？砍错事！啊，你下去就不要动了，你会不会控？李喵喵过来！你等下控四颗又放了，蛋浆要是不是？蛋浆来啊！那李喵喵走开吧！
好，你直接 ESC 放掉。你们控走了。我知道你喵喵会啦，啊，但这样是坦他要控就给他控呗。再一颗，开完直接放，直接放，对，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要六颗换也可以，六颗换你不能 delay到一秒，你就要 bug 了，就失败了。六颗是可以的，我也用过了，七颗就不行了。赶紧把它全部开完吧！那算了，十颗你好像 CD 不够。来那个坦克，等一下26颗的时候去贴着网，所有近战就贴着网。所有的法师、术士、猎人散开两侧，散开两侧。我们后面网的后面只站捕师，所有人散开。好，直接放就好了。来，剩下你全部控完，我放哦，三、二、一。来，所有人贴上去网了，所有人贴在网旁边，法系去那个弹浆的左右两侧，去左右两侧，不要 OT 喷到捕尸啊！你喷到捕尸，你就没救了。你在两侧捕尸还捕得到你。来，最后一颗直接出手，所有人直接出手就好了。爆发直接开，破甲精灵火，那个莱旺帮我上精灵火，我要小白胖就好了。五大港，来把鸡蛋刷起来。往前，直接往前。我在昨天成为了双冠王，昨天拿到双冠的，有人要攻击我吗？什么双冠？闭嘴啊，Big迪哥！
哎，你还你要人家关心你啊？现在关心你又叫人家闭嘴，低能儿是不是？低能儿是不是？你他妈明明就知道。好会哦，皮克迪特。双冠王啊，妈的，讲人话好不好？水晶头冠啊。哦，啊。看各位啊，小弟的那个超强神装水晶王冠，我们打工一人拿两个、啊。但你家你直接扛，但你家你那个点名到，如果看到二仇是坦克，你直接撸死。然后等一下我们点到名的全部都撸死，点到名全部都撸死，直接一起拉一拉就好了。反正坦克要走，你们就全部都撸死就好了。点到名出去打个五秒吧，十秒吧。我忘记几秒，你就如实走就好了。来，法师，九位法师，麻烦你有一个技能叫做防护火焰结界，吸收920点火焰伤害，记得打开。来，点到名补足坦，代将你可以开了。mini 手来旺，然后我早餐你愈合刷四个坦克，青木圣代将大港顶级，我给他们投标。来旺，你补好那个、愈合，补好坦克。mini 手来旺，然后偶像，你们三个刷主坦，再挂一个咩咩好了。你们四个刷主坦，主坦是弹浆，雪拉拉你也刷弹浆，因为他是狂坦，五个人再补，五个人补一定够。所有人，那个弹浆已经开死院哦。来，牧师开始套盾，牧师开始套盾，不要 OT， 闪电劈下来，倒数两秒再出手。闪电劈下来，我会倒数两秒，两秒完再出手。这只火免哦，这只火免。三、二、一，来套盾，法师开盾，来，二、一、零，出手，直接开始院打，补好坦克，补好坦克，不要 OT。大力打哦，大力打！弹浆你可以切斩杀，没关系。药水出去，药水出去，先打打打打到一半，然后再炉死回去。好，你自己看状况炉死，没有人补你就炉死了。来斩杀，斩杀，所有斩杀，弹浆斩杀，十趴。药水要不要炉？雪拉拉出去，雪拉拉出去。拉拉出去，斩杀剩三趴，剩三趴，斩杀都斩杀。哎，你自己炉死，自己炉死，雪拉拉炉死。不是 CD， 那很惨啊。来出去拉人，术士出去拉人。你们两个都炉，你们两个都 CD 是不是？带僵死了，好烂哦、喔。出去拉拉吧，顶级你不要出去哦，你要坦怪上来。王者续许上线，王者续许上线，大可你冒出去拉人，哎，算了。找两个比较 没用的，林北，林北出去帮我拉人，林北，然后火烤，然后那个姐姐呼克你去，没有啊，职业不需要的。来那个来旺你绿色三角，雪拉拉你紫色菱形，蓝兽你橘色圈圈，青木圣你骷髅，大港你叉叉，顶级你方块，弹浆你月亮。OK， 弹浆你月亮啊，就说斩杀大了一点，你没开鲁莽哦，拉拉吧。黑铁木针换盾，帮我坦月亮，练开练开圈圈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吃龙头哎、欸，好爽啊、喔！
猎人去拉，小弟不要出去，小弟不要出去，迅捷睡，迅捷睡，迅捷睡眠，来拉住自己的怪，黑铁木正拉月亮，黑铁木正拉月亮，谁飞出去了？拉月亮啊，死人了，在干嘛？没有没有，进来了。来，队长放掉，队长放掉，小弟都回来，小弟都回来。不用一直睡啊，他不会脱控。队长先打。好。危机是在外面的吗？危机死在里面吧。三只四是谁？哇，一滴血，这一滴血。来，所有人进来靠左边，所有人进来靠左边，不要超过星星，不要超过星星。进去清掉绿色三角，坦克拉在星星这个角，坦克你的头拉在星星这个角，进去进去，蓝兽进去，蓝兽进去，进去进去，还可以进来了，外面的可以进来了，危机把补活起来，危机把它活起来，一个补师回来，你们外面可以进来了。嗯，又有是不是？雷德，进来自己小心，我们只打左边，不打右边。你们三个自己小心啊，我们只有打左边哦。来，法师冰角，拉住地府师就好了，拉住地府师就好了。OK， 盗贼全部下去关陷阱。拉一下，练拉一下，我骂。练下去拉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盗贼全部下去关陷阱。那个林喵喵跟青光，你们两个顾团队的姐姐跟洞宝，你们顾楼梯的 ，KIN 跟王者顾好我们往前面这一条，全部楼梯也可以上去了。
前面这条全部解掉，全部陷阱关掉，快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你们要去哪里？后退一点，一群跟着出去干嘛？拉回来啊！来猎人下一只，猎人下一只，被拉了，后退，缩往后退，缩往后退，喝水。往前，所有往前，不要放陷阱，不要放宠物，不要放图腾，全部都不要，这一条路全部都不要，上去也一样，全部都不要放，把它站附起来，那个莱旺把它站附起来，卡斯特补起来，你在干嘛？谁叫你 A 了？法师自己跑魂，谁叫你 A 的？自己跑魂。来，冰角 A 掉。坦克上来，所有往前，所有往前，所有往前。蛇妖女的图腾。所有人进来星星，所有人进来星星，我们喝水，所有人进来星星，喝水，但将你怪再拉出去一点。帮他上个奈，帮蛋浆上个奈，爪子，蛋浆要爪子，再拉出去一点，再拉出去一点，对，就拉在那个位置。
陷阱欸，陷阱，陷阱不关吗？再拉出去一点，再拉出去一点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所有人退进来，所有人进来，所有人进来，星星，所有人进来，星星，全部都上去，全部都上去，全部都上去。大纲上来，不可能坦上来，喝水，不要站在外面引小引小龙。隔壁团打完了，他们走了。来，说往前。来到星星的位置。等下坦克拉右边哦，坦克拉我们右边这个角落，然后捕食远程全部到栅栏下面，然后套盾的话，偶像大师帮我套，其他人不用套盾。到底关陷阱了吗？谁要关陷阱？那个说很爽的是谁？姐姐不可以，你全程关往旁边那个陷阱，跳起来缓速一次50斤。OK， 小白胖没上来，我们直接上了。坦克上，坦克上，坦克走前面，陷阱关掉，你关好哦。到点再打，到点再打，到星星再打。精灵火补下，鲁莽。OK。谁死了？补是补好啊，补是补好啊，干嘛？自食打击有没有套盾？干嘛？弹浆套盾？谁死了？你们要消失啊！弹浆补好，弹浆补好。来斩杀，弹浆斩杀，弹浆斩杀，补好弹浆，补好弹浆，喷冲击波再补，解压了。打掉就好了。秘法金属护腕，小龙清掉，小龙清掉，出了你们又不来，没出你们又要问。蓝兽，蓝兽，你有跟我打过吗？你有跟我猎人打过这里吗？你有没有跟到我猎人的？没有吗？那你知道我都拉两只吧？我猎人一个可以拉两只。哦，你就拉骷髅莎莎，
青木淡江你拉骷髅莎莎，大港你拉圈圈，青木胜你拉绿色三角，顶级你拉叉叉加菱形，紫色菱形加叉叉。好，来奥爆法我奥爆，对骷髅莎莎，我奥爆，其他的法师不要上来，在后面下冰雨就好了。然后那个 Miniso 你全程顾我，你只顾我就好了，顾我的魔法套盾补血 ，OK， 其他人记得火雨要躲。然后那个谁，林北记得帮我上圈圈的侦测，来练开怪。练开怪啊！叉叉拉出去哦，叉叉要拉、哦。来练下一次准备，打完就喝水，可以拉了。哎，不要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往来了，回来，太慢了。来，上去拉吧，上去拉。有吗？拉后面一点，拉后面一点。那个大港阿嬷，你们一直被炸到，后退一点。不然就是你们火雨没有躲。后退一点，你们这几个被打到的后退一点。我再讲一次，后退一点。现在骷髅，骷髅先打，近在打绿色三角，远程打圈圈，上满小弟都打圈圈，不要补了，不要补了，都打圈圈。那个地震术啊，闪电链啊，愤怒啊，好，拉小白胖，那个谁拉小白胖一下，火烤。来，这个三王勒西雷尔的头有要的骰骰子，最低的拿。猎人出来吧。哎、欸，给我擦擦方块，月亮可以拉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好了。OK， 可以拉了。青木胜一样月亮，淡江，哎、欸，青木胜骷髅，淡江叉叉，大港方块，顶级月亮，拉好。大港你方块哦，拉出去。先打骷髅，所以先打骷髅，他们法师全部独挑。全部独挑火焰，全部独挑火焰，术士也一样，全部独挑火焰打骷髅。哎、欸，朝凤，朝凤不要跑，朝凤。大港附近的全部都躲开，大港附近全部都躲开。哎、欸，所有人打叉叉一样毒研爆术，先毒研爆术。来，淡江准备朝凤，淡江准备朝凤，转180度。哎、欸，淡江，朝凤。再将草凤 ，OK， 来先打方块暗影，先打方块暗影，
离那个大港远一点，离大港远一点。淡江帮忙嘲讽，不要再退了，不要再退了，王在你后面。暗影术士，你的仇恨呢？术士你的仇恨呢？哎，尽量退开，尽量退开，尽量退开，打月亮，月亮自然一样，萨满小弟。大满小弟一样大力打，还有猎人。当谁骰最小？淡江是不是？你不能拿骗我，是不是？欸，那个乱骰的全部缴罚金上来啊，浪费我时间。笑死。欸，等一下打王。所有人全部穿披风，40个人全部穿披风。王者，你到底一直下线干嘛？所有全部穿披风，点到名在外面补左影乱偶像来旺我早餐，你们全部都在外面补，这四个人在外面补，雪拉拉帮我顾好，另外三个容易坦的血量，谁主坦？外面是三王坊，对，外面是三王坊。淡江你有吗？大港你也有吗？淡港大港换上273，换我看啊！淡江挂机哦，215。那大港你主坦，大港你主坦，没有，你图腾插在这里就够了，那个距离是够的。他不会因为你有墙壁就吃不到，要骗我的。OK， 大港主坦，淡江青木圣顶级容易坦，青木圣你滴滴吗？你滴滴你就去打滴滴吧。那改一下哦，外面的捕食是偶像 mini soul 跟来旺，还有左影乱，雪拉拉跟我早餐进去。哦哦，那来旺跟我早餐换，我早餐出去，来旺进来，贝贝进来帮我补顶级斩杀技能，咩咩进来帮我补淡江，外面偶像你要帮大港套盾哦，来旺来开吧，套盾开了。记得开技能，破斧不要少，不要省。死在烈焰打击的上角50金，死在暗影烈焰的上角100金 ，OT 喷团500金。法师你一样有火焰盾可以开哦。容易坦3秒出去1秒逃，3秒出去1秒逃，容易打击7秒，容易打击7秒，不要倒坦，倒坦我会抓捕食。位置错，我抓坦克，容易坦出去，容易坦嘲讽，来多好。OK， 半江很危险哦，武士要出去补哦。蓝兽你躲了，萨满全部卡四角刷治疗链。来，容易坦7秒、6秒、5秒、4秒、3秒，容易坦出去。谁 OT？ 50。来，容易坦嘲讽。但你那个飞出去会引到怪啊！拉住，拉住，拉住 50 你在干嘛 ？OT 上角100斤，再将拉回去，拉那边就好了，不要动了。容易根本就还没打，你要吃什么容易？
龙翼根本就还没打。来，龙翼三秒，龙翼三秒，龙翼弹出去，直接朝凤拉到位置，直接朝凤拉到位置。你不要动，还没有打，你不要动。尸骨你的仇恨很高，尸骨你的仇恨很高，自己注意一下。龙一坦出去，龙一坦出去，剩下两个，欸，大港倒了是不是？所以是倒坦是不是？好，哦，啊，那外面补是在干嘛？弹浆补起来啊，四个补不起来一个坦克，外面补在干嘛？外面上古魔道，你们外面全部滴滴给我进来，谁叫你站外面的？难怪补不起来坦克。他们顾不你就够了啊！全部都可以进去，大可林北全部进去，上古魔要进去，不进去我就罚500金，全部都可以进去。上古魔道你要不要进去啊？外面少一个小弟是谁？我早餐出来，你补坦克的，你在干嘛？上古魔道你要不要进去啊？顾服你们就饱了啦，难怪会倒坦。我说外面只有四个人，你们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我一坦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我一坦草，扶好他，扶一个惩戒打击，扶一个惩戒打击 ，OK。哎，这只网就这样，下一只网谁在乱，我都直接抓出来，我打也不打了，我就直接抓你们就好了，抓你们罚金就好了，我也不打一个盗贼上来，李喵喵。一个盗贼上来。哦，有人来了。不要隐形，不要隐身，上来。我在跟你讲，你急跑。开下去，出去砍骷髅，
跑回团队，就这样，自己倒数开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牧师靠上来哦，那个扶我的靠上来哦。叉叉拉出去，猎人叉叉拉出去。那个谁，大港后面有怪，不要再退了，往前拉一点。卡斯特，你旁边有怪，你再给我这样走。叉叉要拉出去了没有？叉叉要拉出去了没有？危机来补我，危机来补我。叉叉要拉出去了没有？来，所有法系打圈圈、火焰、毒条，近战去打绿色三角加紫色灵犀，有两只。大港嘲讽，大港来一个嘲讽。OK。逆手把它活起来，还有不要上来，猎人上来，猎人上来，骷髅猎人上来，骷髅叉叉猎人上来，等王上去，等王上去，你走到那个圈圈的正对面，正对面哦，去拉骷髅，瞄准射击骷髅，射出去，立刻转叉叉打扰乱射击，也可以啊，但我没有那种东西，这里都不反应啊，可以直接上，来射骷髅。你可以拉术士上去啊，欸不行，有王哦，不行，后退哦，大酋长雷德后退，库尔拉出去，来练上来拉，酷了他的方块。猎人上来拉，酷了他的方块，直接拉。
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隔壁好烦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小丢了假死，小丢了假死。隔壁好烦，你在干嘛？请问一下，你待会在干嘛？回答，不回答我就把你踢了。耍白痴是不是？他去射怪，他跑去射怪，那是耍什么白痴？我叫你上来拉吗？开怪猎到底是谁？我不是有点名开怪猎，你上来干嘛的？啊，我有标怪吗？你拉拉一坨干嘛？你拉拉一坨干嘛？我有标怪吗？你不知道你不会问吗？你直接拉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到前面已经有人已经站好了吗？对啊，拜拜，不送。不送，快治理。耍白痴。刚刚还好是假死没抵抗啊，不然就两头怪一起下来，全部灭团。然后他一打完，左边这一坨怪全部又复活了，妈的，全部要重打一次，在干嘛？猎人再上来一下，不需要猎人了，不用补了。猎人再上来，原本打的那一坨怪全部复活了，再打一次，低能儿。去拉吧，直接拉，不要再等了，快点，黄要下来了。哎，切切姿态，你要看暗影剑啊。哎、欸，补一下蓝兽，补一下蓝兽，假死假死，直接假死就好了。补起来，补起来。你这一坨拉的时候要那个。小白胖，你干嘛？你又上来干嘛了？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不想要指挥，我就不讲话了。很简单，你跟我讲个不想要指挥，我就不要再讲话了。冲他妈！冲他妈！三王打完，我就说开怪猎是蓝兽，奥爆法是我。你们到底在干嘛？工作都分了，你们还要乱打？现在是怎样？打一团15个人，很开心吗？不要死人很难吗？
那个猎人上来。拉吧，拉吧，顶级骷髅，弹浆叉叉，大港方块，青木圣女人群毯，帮我嘲讽，切房子，贴上来接哦，贴上来接，所有人先打骷髅，贴上来接，青木圣嘲讽，蓝兽补他，蓝兽补他。拉出去，所有人先打月亮，所有人先打月亮，怪全部拉出去，所有人先打月亮，所有人先打月亮，你在给我打骷髅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补好大港，补好弹浆，补好弹浆，迅捷不要省，套盾，所有人打骷髅，所有人打骷髅，来顶级，三、二、一，嘲讽。来打叉叉秘法，近战远离，近战去打方块，近战全部去打方块。来，那个顶级准备炒，顶级准备炒方叉叉，准备炒叉顶级，顶级过来了。来，顶级炒，顶级炒。来，弹浆炒，弹浆炒。OK， 来打方块，靠背啊，怎么会 OT 我？我已经打方块了，妈的！还有药水缸没？等一下，不要上去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我没有讲，不要动。来，所有人上来，不要超过星星。所有人上来，不要超过星星。所有人上来，不要超过星星。绿 buff。Rebuff 所有人穿披风，所有人穿披风，直接就位了，直接就位了。弹浆跟大港主坦，顶级跟青木圣容易坦，容易坦就嘲讽而已，不管啦、啊。有人说你要坦克，绿 buff， 拉吧，所有人穿披风哦，所有人穿披风，我再讲一次，所有人穿披风，拉吧，大港套盾，套盾，偶像偶像，全身你套盾，
嘲讽 boss。来大港跟淡江，你们互吵，把大港补起来。你们互吵，谁有影子谁就第一个就吵。嘲讽 boss。容易打击五秒到一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影子，这个下一个影子给容易坦嘲，容易坦嘲讽。嘲讽 boss。容易坦嘲讽。哦，三秒的时候会有一个埃博洛克之翼，那个给容易坦嘲讽。嘲讽 boss。来那个谁嘲讽大港，大港，那惩戒惩戒不要省。嘲讽 boss。来那个淡江，淡江，淡江，惩戒不要省，群嘲不要省。来下一个容易坦，容易坦，容易坦嘲讽，容易坦嘲讽。嘲讽 boss。来淡江，淡江，淡江。嘲讽 boss。 来淡江准备，淡江准备，淡江，下一个龙翼坦，下一个龙翼坦，下一个是顶级，顶级准备，顶级潮，顶级潮。下一个淡江，淡江潮。下一个是大港，大港潮。下一个是淡江，淡江，淡江潮。下一个龙翼坦，下一个龙翼坦。还没，还没，顶级准备，顶级潮。OK。主管潮，主管潮。潮拉回去。大港，大港，大港。大港，大港，淡江有 OP 了，淡江潮，淡江潮，嘲讽 boss， 这个容易坦，这个是容易坦，顶级准备，嘲讽 boss， 顶级潮，金木胜好 ，OK， 冷掉，红牙。零零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恢复宝石要来了，宝石信心打工。干嘛不讲话啊？好，你滴滴，七木胜你也滴滴，大港你主坦，顶级你副坦，容易坦，要记得帮忙炒哦。如果抵抗要帮忙嘲讽。二一，泥神小丢二一，蓝兽二。你们两个互丢就好了。好了好了，直接退了，要喷火了，死人喽！你神一，好烂哦，把他站不起来啊！哎，龙一坦三秒，两秒。一秒，来帮忙炒，帮忙炒。淡江去主坦位，淡江去主坦位。来那个谁，大港补一个嘲讽，对，嘲讽拉起来。下一个小丢了哦，一滴好就丢。容易坦，
哦，出了，碎啦！我怎么知道你怎么躺了？你躺了最好啊，好烂哦！他说他有带披风，我检查一下，先不要活他。好烂哦！隔壁出奈累啊！怎样出恢复了？对啊，干！太爽了！坦克三边分开。那三边分开，三个坦克，顶级骷髅，弹浆叉叉方，大港方块，三个坦克一起往前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一起往前啊！现在骷髅秘法，现在骷髅，顶级补起来，顶级嘲讽，顶级嘲讽。那是谁？青木胜嘲讽，拉回去，拉回去，来顶级嘲讽，顶级嘲讽，顶级嘲讽。骷髅是在赢吗？哦，骷髅是在赢哎。哎，那我标错了。嘲讽，嘲讽，方块雷米，来先打骷髅。你干嘛、啊？先打骷髅。来打叉叉，打叉叉，谁在打方块？暗影，来打方块秘法。补起来，补起来！技能全部退开，技能全部退开。上古魔道往后闪现，往后闪现，往前闪会死啊！补起来，补起来！还有人在转。猎人，猎人有杀肉吗？猎人杀肉给我，哎、欸，找我交易。猎人杀肉找我交易。大港你有杀肉吗？还是淡江你有杀肉吗？披风全部换掉，披风全部换回来。大港几个？大港也是狂坦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给淡江扛啊。淡江有龙头，你要不要沙漏分他几个？好好好，大港你坦，大港你坦，猎人没沙漏找我。都有哦，猎人都有哦，猎人只有两个哦，凝神要打好。你们都有沙漏哦 ，OK， 那就开怪吧，拉我。拉我，
所有小滴结好中毒，所有萨满结好疾病，所有的牧师解魔法，所有的法师解诅咒，术士拉我一下，算了，不用拉了，我直接来吧。五、四、三、四十三爪子给了吗？哎、欸，来拉一下。咦、欸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来往后带，往后带。阿公在搞啊！不要打自然，不要打自然。不要打自然，谢谢凝神。两个都丢了，等一下那个小丢的先丢。来突袭五秒，突袭五秒，突袭躲，突袭躲，突袭躲。那个尸骨跟灵喵要不要躲那里？等一下回来解魔法，解魔法，秘法可以打，秘法可以打。冰霜现在冰霜，现在冰霜。哎、欸，冰霜。冰霜凝神，再帮谁？蓝兽年凝神，疾病全部解掉，突袭多，突袭多，疾病全部解掉。来，没有时光图 ，OK。来，现在是自然，现在是自然，凝神。使用道具。来解魔法，解魔法，凝神，解魔法，突袭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突袭多，火焰可以打，火焰可以打，火焰可以打。火焰可以打，凝神，解魔法，凝神，解魔法，牧师全部解魔法。还是火焰，还是火焰。吗？不是自然了，换自然了，换自然了。点燃多，点燃多，解魔法，解魔法，解魔法。那两个不躲的，补好他们，补师出来补好他们。解魔法，那还是火焰吗？好、哦，火焰现在还是火焰，来冰霜，突袭躲，突袭躲，解中毒，解中毒，解疾病，解中毒，解疾病，来冰霜，冰霜可以打，又火焰了，又火焰，到底是哪一个？冰霜，冰霜了，冰霜了，来进 P 二了，凝神打好，凝神打好，来火焰换火焰换火焰。诅咒不解了，诅咒不解了，来突袭躲，突袭躲，突袭躲，火焰，火焰，秘法，还好没出，还好没出，可怕可怕！把青木圣补起来，跟大港补师回来继续补，补师回来继续补，把青木圣补起来，青木圣要倒了，死了，解中毒！你们在干嘛？不要再往前了，前面的补师去后面补人。听不懂吗？去后面补了，你们听不懂吗？
怎样？要干嘛？哦，多的沙漏分下去，多的沙漏分下去，或给星星都可以。豆包还在哪？但我给不了，满了。OK， 就这样，不解了。来，所有人换披风，所有人换披风。来，互相检查一下谁没有穿披风的。大可，你帮我叫小鬼。大可，帮我叫小鬼。火烤也是，火烤也帮我叫小鬼。来看队伍，一三五七左，二四六八右，一三五七左，二四六八右，全部去站好。那个我早餐去开网，然后一三五七左，二四六八右，所有人穿披风。有没有在右边没有披风的？没有披风先扣50金。有没有右边没披风的？来，所有人进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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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都进洞，全部人都进洞，快一点！火烤跟死人妖还有谁？我早餐。OK。左边进洞哦，左边进洞哦。青铜，红色，没关系。左边为什么多两个人？哪两个人跑去左边？为什么陨石会吃到青铜？你为什么跑去左边？来，等一下，剩下三级杀跳出来的时候，淡江、左影乱、我早餐、偶像、秘手全部去接网。我刚刚把大港放在没有杀满队了。给你表现了，上啊！哦，我找他没披风，那来旺你去接网。来六级杀没有披风也全部上去，全部上去王座了。注意星控。星控。星控左边的羊掉。然后打鼻羊掉，接网了，接网了，过去过去，大可你的小鬼要定在网下面啊，你有没有定？来喝水，左边会脱战，喝水，脱战就喝水。这两个是怎样？
两个术士都不酸吗？谁有战斧？算了，不用战斧他们了。他们叫小鬼，我也不看他们 DPS。哎、欸，这样术士点名还不用那个打地狱火，没有不会点术士，这样不会点吗？原本六个职业嘛，只有五个。牧师停补，牧师全部停补，牧师你们现在只有两个技能可以放，就是盾跟恢复，盾跟恢复 ，heart 跟盾而已。小弟诅咒绝好。那个，我早餐你去把大可活起来，大可你起来就叫小鬼，把小鬼定在战箱旁边反恐。好，开始冤 ，OK， 补好战箱哦。牧师来猎人，猎人换武器，没有攻的就上去打吧。驱赛，德鲁伊法师解诅咒，法师解诅咒，法师解诅咒。反恐。很好，大港在那边很好。到底点名转头，到底点名转头。来，龙尾巴全部退开，龙尾巴全部退开，驱散掉，驱散掉。如果要死掉了啦，我打多久？你看到术士死掉了是不是？大哥，你上鲁莽哦！来，法师吞魔力，法师全部吞魔力。来，所有的牧师只留偶像，所有牧师只留偶像，全部跟着法师走。我们准备 A 怪，全部都来星星。法师、牧师都来星星，都来星星，快点！来套盾，套盾补好，套盾补好。林北人家位置很烂。法师点名哦，法师点名，全部进去洞里面，法师全部进洞里面。那个偶像看好，看好那个弹浆。如果被变了，就第一时间解掉。偶像被变了，没关系。危机把偶像解掉，危机把偶像解掉，解魔法。直接打掉吧，不用打图腾了，直接打王，直接打王。直接打完就好了，斩掉吧。哎、欸，真的没点术士哎。喷团，喷团才有耐力啊！喷团，快停手！喷团。嘿呀！嘿呀！来拍桩。